长得不错，说真话。我要学会。这位。哎，这位。你们知道这里有没有生煎包？没有，是吧？你们最喜欢的是什么？臭豆腐是吧？挺好的，挺好的，不要这么害羞。我就是想提高我的中文水平。谢谢谢谢。谢谢。这个辣不辣？啊，等一下，我点的辣不辣？不辣的，然后加一碗米饭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再见。哇，tiene relleno，很舒服，好吃。哦，谢谢你太客气了，你可以跟他们打招呼。那边有，你知道？当然了，你知道那边有几个人看吗？你可以跟他们打招呼。谢谢啊。谢谢谢谢，太客气了。Nos regalaron tres panes， 谢谢啊。谢谢啊。两，谢谢。我们比赛吧。比赛啊，走。要不？你中文说的好好呀。啊，还差得远。中文教的很好。看你锻炼，我也要，我要热身。好，准备好了。Very good。耶 ！Go go go！ 好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我太累了。好累啊！你好，你是苏州人吗？我来自墨西哥。走吧。Which one do you like? All of them. Where are you from? From Mexico. 莫斯科。哦，会说中文了。会。那行，那我就不显摆我这个英语了。你也会说英语。英语太烂了。只要你联系，因为没学好，因为这里应该有很多外国人来吧？啊，确实。对，从哪里来的？你应该也是留学生吧？不是，我在这里上班。外教。啊？对，不是不是，我是做销售的。那个东西中文怎么说？这个糖做的。China is 棉花糖。棉花糖。Yeah. 啊，我要买一盒棉花糖。那在那边。好，谢谢老板，我们先走了。哇塞，你好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要黄金抢红包。那我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排队？因为想吃。啊，是这个天的东西是吧？啊，这是免费的吗？是的。哇塞，我可以跟他拍吗？谢谢啊，请问你在排队吗？我是最后面的。你好，能不能帮我弄一个小白？小白做不了呀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们来晚了吗？爱心。爱心，谢谢。谢谢。够了够了，再见。我在上海看过这个。哦。上海 good， 上海的质量还好。你是怎么学习英文的？我英文是 very good。啊？German？ 不是。你再猜吧。你知道很多人觉得我们是俄罗斯的，但是应该是因为我很高。意大利啊？啊？不是，墨西哥的。哦 ，amigo。啊 ？amigo。你也会说西班牙语？怎么可能？哪里学的？这里这里。谁教你西班牙语？mucho barato， mucho barato， 但是我们现在不买，不买是吧？对，因为已经买了很多东西。Everything， OK， OK， mucho barato， 谢谢谢谢。你可以跟他买东西。啊，我的好朋友。你是什么行业的？自由人。自由行业。啊，自由自由。你是哪儿的？
的？我是墨西哥的，你叫墨西哥吗？墨西哥的。OK， 我们先走了。啊，再见，再见啊。I know you can speak Chinese very very beautiful. 啊、I can speak Chinese no problem. 我听不懂，你会说西班牙语吗？Japanese。我不会说英文，我说的是西班牙语。你也是买东西的吗？WeChat， 不用，我不要卖东西啊、但是我已经有了他的电话。No problem， WeChat。好吧，好吧，也可以。你 follow me。OK。米 robo。啊？米 robo， 什么是米 robo？ 米 robo， 英语是念 robo。啊、我的英语名是 robo。因为我的英语真的不好，我的英语是很差。If you need the company, you have friends. If you want to buy watch bag, you call me, OK？ 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听不懂。我说英文。我不说英文。我们不会说英文、哦、因为我们是墨西哥的，墨西哥不说英文，那边说的是西班牙语、他也会说葡萄牙语，但是英文不太好。你不会说中文吗？你看为什么会说好的，但是中文怎么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 OK， 我快递寄给他，他钱给我。好的，谢谢大叔，谢谢大叔。对，我喜欢跟陌生人说话，因为这样我可以提高我的中文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、他是中国人。他不是？你觉得他是中国人吗？他是我的弟弟。你的弟弟、啊、你信不信？你长得很帅的呀。哇、啊、哪里帅哪里帅。你知道我是哪里人吗？你知道。你猜吧。又好像反正是欧洲人，欧洲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吗？墨西哥的。哦，墨西哥。Viva Mexico！ 在美国的南边。这个美国。美国不行。必须不行。你知道？比美国好。美国现在不行了，美国。你知道他们的总统是个神经病？哎，对不对？他们的总统不好。但是中国是最好的地方。中国是最好的。不仅又安全，人情好，很友好。友好。有了你，哎，墨西哥也是很好的国家。但是墨西哥的疫情也现在也很厉害。哎，你会说苏州话是吧？哎、苏州话。我觉得这个太难了，但是我很想学会这个苏州话。能不能教我一个句子？比如说好吃怎么说？没好吃个。哇塞，太难了，这么复杂。没好吃。没好吃。没好吃个。没好吃个。哦，太难了。吃过呀？什么？俺吃过夜饭了。这是什么？你有没吃过晚饭了？啊，这个我没吃过，是什么东西？啊，苏州话就是问你有没有吃过晚饭了。你啥人光困干？哇塞，什么？什么时候就睡觉？哦，什么时候睡觉？你啥人光困干？你啥人？太难了。要我们可以教你一句西班牙语。真的很容易。你看。英语。Hola。啊。Hola。Hola。对，就是你好。苏州话，没哈。没哈。二十位。二十位，最近的时候二十位，很好，谢谢谢谢大叔，拿二十位，二十位二十位，这位也可以，这位，那我们这位了，这位了，我们好的，这位啊，这位啊，这位，这位啊，这长得不错，说真话，我要学会，这位，这位，这位。